Hello，你咋又来了呢？我给你送快递吗？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我咋的了？就别人取快递都是去你店里取，为啥你总是给我送过来呀？我这不就是想见见你吗？你想见见我？啊，对呀，想见见你。那我要是男的呢？你还给我送过来吗？不是你这样，我管你男的女的呢，我就见见你啊，咋的了？哥，你这样我有点害怕。你别怕，哥吧，平时就好看点儿，哎，女大学生啥的啊，不用怕。哥，你再这样我就要报警了。别报警，逗你玩呢，我这就是看你大学生出趟门费劲，我这不给你送个快递吗？就我那啥，手头有点活，先走了啊。哎，等会儿，哥，等会儿，咋的那了？个，你有没有我电话号啊？有啊，我们的系统有电话号。那你下次过来能不能先给我打个电话呀？我为啥呀？这个我怕你突然过来，我不太方便。不方便啊，哦，明白了，小年轻嘛，哥也年轻过，懂不是哥，我是怕你这突然过来，我不在家。啊？啊，怕我白跑一趟是对对，吧？啊，行，没事儿啊，行，那我下回打个电话啊，行，那我走了啊，行。拜拜，关门了啊。